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素颜霜不涂隔离可以吗？素颜霜顾名思义有遮瑕美容效果，涂了后看上去还像素颜一样自然轻薄，而且还具有保养功效，涂抹起来也非常的快捷简单。隔离有隔离空气脏污、隔离紫外线、修正肤色等作用。素颜霜用于保养美化皮肤，隔离用于保护肌肤，它们的作用不同，所以尽量涂抹素颜霜时也涂抹隔离霜。